位置，让自己安静下来。现在将你的注意力带回到你的呼吸上面，感受你气息在胸口、喉咙、腹部的感受，感受你的气息从热热的、胀胀的，慢慢的变得平稳、清凉。让我们再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回我们的胸腔，感受你心脏的跳动，那是你生命的节拍。间的节奏，你开始看见真实的你，一个鲜活的生命体，身体里面的气息、血液循环着，支撑着你的整个身体的日常运作。在这一刻安静下来，感谢你的身体，陪伴着你休息，陪伴着你工作，陪伴着你与人互动，与大自然接触，吸收阳光，接受月光星星的照耀，在黑暗中为你点亮道路。慢慢的，有意识的去放松你的头颅、肩膀、双手，让你的双手可以松懈下工作中的繁忙、照顾家人的日常的繁忙、功课的压力，所有一切的压力在这一刻允许从你的双手释放到光中。让我们运用一点想象力，观想明亮的光球在你的胸口、胸腔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明亮。我们将这股光向下照耀我们的腹部，再往下输送，穿过你的臀部、双腿、小腿、脚踝，到达大地，与整个大地连接在一起。这一刻你感到越来越温暖，空间的光也变得明亮，你的身体也开始发着光。我们感谢大地母亲对我们的日常滋养，让这股光向上传输，向上吸到你的穿越双脚到腹部，再往上到胸口，吐气掉，感受到你是受到滋养和支持的，感受这股支持，感受这股滋养。你的肩膀可以再放松的多一些，你知道你无需背负这么多的责任。感受这股滋养，你认识你的生命是受到支持的。我们再用点想象，将这股滋养向上，让这股光通过我们的喉咙、头颅到头顶上方。现在你的整个身体都散发着美丽的光芒，那即是你生命灵魂的本质，美丽的光。现在让我们敞开我们的意识，将这股光向天空送去，感受向上飘在空中的自由，风的气息凉爽，云朵的轻柔。再往上，让自己再敞开的多一些，敞开你的心，允许心轮敞开，敞开你的想象力，允许你的眉心和顶轮的敞开，敞开你的喉轮，敞开你的话语，让这一切都向上延伸，延伸，延伸到宇宙。你看见你在星河中漂浮，
远方有个隧道，是充满光的隧道。你向这股隧道游过去，你来到一个充满白光的世界。这里是宇宙的源头。让我们请造物主将无条件的光与爱洒落在你身上每个细胞，也将这股光的祝福送给你自己，最近很累的你，过去受伤的你，送给你想祝福的家人、朋友、伙伴，也将这股光向回送到地球。我们将这个光的流动带回到地球。我们现在把意识收摄回来，让光芒慢慢的从宇宙的源头照向你的房间。你发现到你的房间也变得明亮，你的身体也持续的在这股光中。你意识到无时无刻你都被宇宙源头关照着，不管你是否观想到它，这股光无时无刻就在你身边，照耀着你的上方。我们将这股上方下来的光和大地母亲的光相连在一起。你看见了你内在生命的本来面目，受到了滋养，受到了光的关照。你的心开始变得宁静、柔软，也变得更有力量。你看见你生命的独特与珍贵，你看见了生命的美好与喜悦，你感受到了慈悲、良善。你允许对你自己能够有更大的拥抱，你知道原来拥抱自己并不困难。你可以抱抱你自己，抱抱这个地球，抱抱这个宇宙，感受这个支持感，这是你灵魂的本质。让这股纯粹的共振蔓延全身，敞开你的细胞，允许每个细胞都受到你的拥抱。你知道你的内在的力量是无穷无尽、无限且充满爱的。所有的力量都不是来自于外在，而是你内在。当你意识到原来你可以拥抱你自己，现在你可以帮自己盖条被子，好好的休息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就只是在这个音波的频率间好好的休息片刻。